哟，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欢迎收看小飞象的游戏实况。那么今天小飞象和各位小伙伴一起来玩这个 Roblox 的车辆大亨啊，汽车大亨。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城市啊，那边有一座座高楼，然后呢这就是别人的汽车店了。那么哎呦，汽车好多的样子，哇，每个人至少有五六辆车耶。好吧，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我们的打造的汽车店啊。但是我们现在只有一辆车，好像这个车还不能开，但是我们现在身上有非常多的钱啊，500块来造一下我们这个应该叫做什么汽车展览吗？汽车展吧，可能。哇，窗户，然后呢这边，哦，哇，10000块就来部车了。这车能开能？哇，这车都是假车吗？不能开的吗？那我们的车是在，哦，我发现了这里有个东西，哦，这里的车难道能开吗 ？What？ 哇，这里车也许，哦，能解锁了，哦，然后这边装一下。我们的车是不是应该就会，应该能开啊？我们这车，咦，我们车应该能开，能开才对啊！帮，帮帮帮帮，我们的车在哪里开啊？现在有3部车都已经解锁了，接下来我们把门口，那我们先造吧，等会可能造到最后就会有车了。哇哦，5000块的是什么？停在外面的车，哇，都是模型车吗？这个车应该不能开，一看就进不去。然后外面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5000的，这个什么东西啊？我们现在身上有10万，不知道能不能把我们这个给造完啊？哦，一块牌子，好远好远的一块牌子。好，我们进入去我们这个汽车店，汽车店，然后这边是1000块钱啊。小白样的汽车店最后会什么样子呢？到底有什么样的车等着我们呢？哇，这个车还不能开吗？为什么不能开啊？应该能开啊。诶 ，Why？ 别人都有车开，我们没有车开。当当当，哦，电脑，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出来了。还有这个是卖饮料的，哇哦 ，sofa， 还有个沙发，沙发要1000块钱啊，还价格还算合理，桌子750啊，哎，这个汽车，这个汽车大哥啊，这个价格就设计的非常合理是吧？啊，比之前的什么几百万的电视机好多了，我们之前玩豪宅大亨，哎，太可怜了，我们这个感觉豪宅大亨玩下来可以开十几个汽车店，噔噔噔，这个像法拉利一样，野马感觉像。这个车头像野马一样，好，然后车这边是花盆，1000块的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有点不太合理的吧？1000块的花吗？1000块的花，什么名贵花？哇，百千万十万，这个就不够了，我们就已经不够了，能开部5万的车？哇哦，哇哦，这个是跑车，还是敞篷的吗？但是为什么我不能开呢？等等，为什么不能开呢？我们的车在哪里开？哇，我这招造不起。TV 5000块还可以啊。我们这个敞篷的车，哎，我们的车在哪里开？别人为什么能开？哇，两万五好像我们也造不起了吧？这边造一下。那我们研究一下我们这个车到底怎么开出去啊？难道里面没有驾驶座呀？喂，这是个什么情况嘞？我们的车没有，哇，2楼的车。当，哎，啊，刷新了，出来了，终于出来了。OK， 按这个E键就能驾驶它了。哇，这什么还能改颜色的吗？绿的、粉的，哇，还能给汽车改色。哇，这粉色很骚，很漂亮。哇，我们开了野马哎，看这个标志性的尾灯，福特野马，滋漂移哦。这声音太美妙了吧！哦，好逼真啊！而且操控性非常好，这个操控性非常好，基本上都不用漂移，直接哎，在全速过弯，来，全速过弯，冲啊！你看，可以全速过弯，甚至还有一点过头的感觉。喂，好，我们再来，给各位小伙伴来开一下这个车。前面那个弯道，看我们站内道，嘿，然后直接拐弯，哇，帅吧？哎，就不用，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偏差。好，看一下别人的汽车店，哇，他们都打到2楼了，2楼什么样子？哇，这个好贵啊。反正没关系，我们会把这个游戏名字打在视频最后的，然后各位小伙伴有兴趣的话都可以玩一下。我们换一部车开，后面的车我们解锁不起，换一部小蓝。小蓝是什么样子？哦，来了，小蓝是这个样子的是吧？
好，来，小蓝开啦，呜，嘟嘟嘟嘟嘟，哎，小蓝的速度还挺快的。哇，是什么地方？哎，开到了一个很神奇的地方，这是，哎，这是解锁新的车辆的吗？难道？哦，哦，哇，十几万的车，太贵了吧？我们把开车开回去吧。他这个钱基本上不用拿到，都是自动给我们造出来的，看到没有？没有什么拿钱的地方，他会自己逐步的增加。一万多的话，我们好像目前为止造不了了。来怼一下，哎呦，还给我躲开你！来，哎，我试一下撞车会怎么样？还可以按喇叭，滴滴，咚，哇，可以怼他。哦，哎，这个是什么 ？Free， 嗯哼，应该是可以改车的颜色。还不错，这边大概有几，我猜应该有50种车，你可以看这边车的模型，哇，最贵的百千万十万百万500万的车，太厉害了吧？那么各位小伙伴，如果还想看小飞象解锁更多的车型的话，你们就记得在视频下方评论还想看三个字，那么我们就找机会再做一期啊。下次的话我争取解锁到至少来100万的车吧，百万豪车好吧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的游戏实况呢就玩到这里了，感谢各位小伙伴，就让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